好，我是还原精灵胖小琪。在成为 UP 主满48天这个大日子里，我的第10个视频要做一期宠粉专题。之前说过大家想看什么题材可以给我留言，今天要兑现承诺啦。大理寺、火影岩、黄金梅利号、九蛇岛、地球、林东城、刚铎首都、汤屋、灯塔、江南满景图有几十个，看来江南满景图还需要再单独做一期。好吧，抛开地球不算，这里好像林东灯塔是最复杂的，那我这期叫做灯塔吧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完成！哎呀呀，太小了，容易被猫叼跑。我还是做一个大的吧。启动推动装置，环五环六推进器分别点火。使用21,391块颗粒，想拼出这个模型大概算是有生之年系列了吧。今天在这儿立个 flag， 等有一天我也成为百大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模型拼出来抽奖送一位幸运粉丝。大家一定把这条视频点赞收藏好。宠粉专题下一期做江南满景图第二部，敬请期待啦。
最后希望大家多多三连支持，下期再见了。